第四場啊，爆咗三場啦，爆到都暈暈頓頓啦，睇睇第五場孖天尾關點，一出閘手啊，更能喺中檔嗱嗱聲推出嚟，抖住噴化狼咁啊，而家喳喳聲推出嚟帶咗先，揾咗個位啦，嗱你睇人哋跑馬嗱，人哋揾望都望後邊，一穩定個位，你過咧留翻佢，等你過先，攞條欄先，攞咗個位先啊嘛，係咪揾到位先俾你過啊？ 嗱呢啲咪老經驗啦，好師傅啦，講啦。好啦，跑咗四百零米路程啦，永德就搶咗出嚟，隔離就好拍檔啦。咁跟住就近能嘅快樂飛俠啦，然後就係聰明飛彈。咁啊，排邊啊，電子英雄啦，仲有個馬就係呢個殺格啊，殺格之後有友達啊，才德啊，明河黃埔紀錄，星輝貝正料爆尾啦，江小妹嘅就霸記智威嘅，就嚟要轉彎嘅時候，永德同埋好拍檔仲係一 pair 喺前面噶啦，一個馬位之後快樂飛俠啦，聰明飛彈啦，外欄第四位，然後就電子英雄戰子英雄，後面有星輝貝喺拍住呢個殺格殺格之後咧，未入鏡頭黃埔紀錄才德明河友達正料包尾，仲係白記智威咁嘅轉彎位置嘅時候，次序都冇變啦，仲係永德同埋咧，即係好拍檔一對喺前面啦，喺第二段彎咧有少少唔同咗啦，見到內欄啊電子英雄上咗嚟隔離就快樂飛俠大外檔咧，聰明飛彈，然後就係星輝報喜，再跟住中間啊殺格啊，然後下邊嘅馬巴基智威咁嘅，有一轉入直路咧就前面嗰一張馬。 一對馬冇乜冇散晒㗎，見到啊中間啊快樂飛俠首先斷命而出，大外檔星輝貝呢個時候亦都嗱嗱聲同呢啲快樂飛俠一齊衝刺㗎。仲有後面嘅馬上緊嚟，有啲係明河啊、聰明飛彈咁啊，去到最後嘅二百米路程嘅時候，前面係星輝貝起同埋鬥緊呢一隻快樂飛俠，一人一步叮噹馬頭，似乎內欄呢只快樂飛俠至少少，但係星輝貝起仍然打落去咧，仲有啊，力追呢只快樂飛俠啊，睇下邊個過咗呢只，嗰種呢只快樂飛俠登嘅聲，啱啱叮叮當當，一人一步啫。係啊，不過都好難捱啊，佢把步大啊，股東嚟得狂細㗎啦。 打完右手邊，再打左手，再轉邊打左手邊，係追近咗，但係仍然係叮噹嘅一路都一路都叮噹馬頭喺終點線，係點？你一步嗰一步嘅啫，大家。近能好嘢呢場馬，一路頂住，食得好勁啊！唔係近能輸咗㗎啦。依度都未輸晒㗎，輸多啲嘛，唔係近能。就喺呢度啫嘛，啱啱喺個終點之前，佢縮縮頭就去咗啦。馬低你少少添，可能。 第一名就十二號馬快樂飛俠，你流放都好靚㗎啦，不過啱啱遇到近能嘅啫。你有冇跑咗一馬要後上嘅？咁冇得好講㗎啦，輸俾近能。兩個大師傅鬥直，我冇所謂啊，咁樣輸贏唔緊要，跑到咁咪最好㗎啦，係咪先？有冇輪到輸贏啫？贏固然係好啦，輸亦都唔好話唔抵啊，咁樣輸法，大家叮噹馬頭啫，講運氣。同叔都係企下企下嗰只馬。嗱，江碧慧值得讚。